常的开心呢，可以来到这里参加2007年奥运的拍卖会。其实我们要先拍卖的是这幅画。画现在画。这幅画，这幅画呢是上海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，叫做蒋云中先生。他特地呢，就是我一个拥抱之后呢，为我画的。那他非常喜欢那个拥抱里头的那个概念，就是不管我们来自哪个国家，不管我们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只要我们拥抱爱的梦想，只要我们拥抱一个伟大的梦想呢，那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里呢，就是做这一件事情。我非常的兴奋，可以跟我的乐团的那些朋友呢，还有呢，今天带了从印尼来的、澳洲来的，还有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，在企业上非常有成就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呢，为奥运、奔奥运呢打气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希望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2007年奔奥运。谢谢。叫做 Lancelot， 有了30万，报价30万，108号，谢谢，我给您。2007年上海特奥会，你行我也行。我们是 S 七，我是刘德华，我是赞何耀山。